胡先生，哎，嘿，来来，坐坐。啊，你还笑得出来哦？啊，你胸部看好不？哎，你怎么看见我一点都不惊讶呢？哦，孔安告诉你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子跑出来有没有跟娘不共啊？我常常这样子的了，三天两头不回家，我妈顶多念我一念，念过就没事了。你还没有结婚，你不知道这北部的心情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养父现在一定是我心里很纠结的。听你讲话，好像我妈在教训我。哎，干脆这样子，你回去。不行不行，你还不能跟我妈见面。我已经找别人哦，去告诉胡老师了。真的？怎么那么快？是啊。哎，惨了，我要又找地方躲了。哎，胡先生，嗯，艾兰也他们呢。哇，他们去抢劫了。三郎说他昨天生意很好，所以今天全家出动一块去抢劫。哪里？最近有没有来这边哈？有啊，他也跟去了。哎，听说他辞职了是不是？是啦。胡先生啊，你不要这样招来招去好不好？休困一下啦。啊，没事情哦，我来走啊哈。去哪里啊？我去隔壁吴阿姐那边啦，然后等一下我再去找追影啊。阿姐，阿姐呢？在这里困啊。你看好不？当下就好，当下就无好，我也不知要怎。吴先生，我坐啦。你过来啦。再过。亲啊，我的阿弟哦，你有工作先，可能暂时卖走哈。我老婆去做工作，阿弟伊有，我先啊，是安怎？吴先生，我正要来做工作，阿弟很麻烦你哦。不要客气。我讲哦，好在是吴先生甲斗三工的，要么无我才心在变乱。反正在养伤嘛，钱多又没事，是不是？等下，两个来，嗯，麻烦你哦。嗯。这个月你真够意思啊，找人通知志华。啊，在外面还念着我的名字，哼，我真荣幸啊。什么东西啊？给你换洗的衣服啊。怎么，家中不碍事吧？没事，交代的够清楚了吧？你就跟妈说我去告状窃货，免得她担心了。听见没有啊？啊，知道了。我又不像我叫那些小学生需要一讲再讲。啰里吧嗦的，哎，你脚真的没事啊？没事的，你不要我去跑马拉松就没问题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奇奇怪怪的，好像精神不太集中哎。哎，是不是妈不让你跟月里来往的关系？我怕我的情形啊，会像你跟玉英姐一样。月里已经告诉我，她不喜欢我。死缠烂打吧，哎，他刚刚还在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是做老师的，也不能老是请假，我该到学校去了。好好保重啊。啊，随便你。哎，阿迪，阿迪，哭什么？你过来。哎呀，流鼻血啊！小队，小队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
没事了吗？麻烦你帮我看看小孩好不好？先生，我没事啊，哎，医生，小孩怎么样？有一些因子住。哦，先生，我话没说完，小孩病情相当严重，我们现在在进行骨髓检查，你必须马上办理住院手续。那怎么办啊？医生，他的脚印。先生，哎，你讲，我没事。啊，你帮我看小孩，我马上回来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先生，先生。请会在那块你讲没呀？当然嘛会晓哩，我你行到皇帝了。哇，我叫你请教我哩，叫咩话呐？哎，你就轻轻上来了啊！来，爱人啊，我要变在哦，今天你不出来，听着没？会用是会用的啦，也唔过。三龙啊，我看是卖面嘛啦，我是讲酒钱甲省落来吼，这阿弟的牛零钱都有啊。我是讲吼，毛毛伊都拼到安尼吼，来倒腾一寡钱啦。啊，无啦，来，你去水啦吼，来，来，这个袂歹呢，哎。小姐啊，喂，你们还在这里啊？哎，对啊，女君主，阿弟，想到医院啊，没啊，没。真的跑马拉松去了吧？什么马拉松？哎，不过这个交通机昨天带着我一起啊，我多拍两张给你看一看的，你一定更崇拜我。开玩笑，说什么啊？他是这个样子啦。昨天隔壁那个阿迪啊，突然间一直流鼻血的。啊，你大哥哈没有顾他的脚受伤哈，啊抱他去医院了，所以比上回还严重呢。吴老师，啊你大哥哈上回为了我们，啊成为了阿迪啊哈。他不只是个好人了、啊、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、欸、对，他还叫我不能这样打架呢、啊、他说以前我根本不会当流氓的，看来这救命恩人日子过得挺不错的，他把呼呼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没有、啊、对不起，我还是我要先走了，小豪保重啊。你再坐一下嘛。哎，算了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坐不定的。这照相机啊，哎，要拍个照片。有啊，我这大哥一千那五千，这照相机才四台，敢可以不？那要看谁帮你拍。啊，美芬，我帮你们合拍一下好吗？来，这边。我一讲我介意，我还看了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
我跟同安是好朋友，我会带他去查尸。嗯，人家吗？不要了，我。哎，志龙，志龙哥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哎，来。你伤成这样，怎么也不让我们知道呢？就是嘛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你们知道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你们不是医生吗？而且你知道以后，哇，麻烦大了。你知道以后，我妈知道了，我妈身体不好吗？她知道了不能受气，怎么办呢？你总是有理由的。哎，老队长呀，哎，老队长，走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。我带个好东西，保证你行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爸的军刀，请帮朝用。喂，那不是个命根子吗？嘘，不要让我听到，帮俩都挨骂的。哎，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些什么？小薇，你拿什么东西给志荣？这个，哦，计划，计划叫小薇交给我。我说我在这里住嘛，打扰他们不好意思嘛，就送这个。这个香肠，香肠，他说这个香肠，哎，阿正，我抄起香肠。嗯，那你讲那包呢？来，坐，坐。鳄鱼包啊。志荣。哎。艾兰姐呢？哦，她跟月莲表姐去医院看小孩。哎。你的腿怎么样？我看看。啊，跳看了吗？哎，我妈要看就让她看一下嘛，又不会跳坏肉。这个什么好看？这个肉，一刀割下去的时候的肉。好看的那个头都看见血，是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